第一部分的第二、哦、是思和四发音、嗯、那怎么看、哦、第一个是살是吧、哦、살、哦、살是肉、哦、人的肉然后도시、嗯、도시是城市然后설날설날是春节然后시집시집是出嫁、哦、还有一个、哦、十的、那个十本十那个十本、哦、十书、哦哦、然后슬픔、嗯、슬픔是悲哀然后수영장、哦、수영장수영是游泳是吧然后장是长、哦、游泳场游泳池这个意思那这个是四、哦、老师讲的时候因为、中文没有四和四的、哦、区别所以老师讲发音的时候经常这样讲就是这个是一声或者是轻声四然后这是四声四、嗯、能理解吗、哦、你们已经学过是吧那看这是살和살是吧살和살、哦、살是大米然后날씨、哦、도시和날씨是天气然后설매是吧、哦、설매就是설날就是설매就是雪橇、哦、雪橇然后시름시름就是시집然后就是시름哦就是摔跤就是韩国传统那个游戏然后쓰레기哦쓰레기就是슬픔嗯슬픔쓰레기쓰레기就是垃圾的意思然后아가씨嗯아가씨哦那도시和아가씨嗯아가씨是还没结婚的、哦、小姑娘这个意思、哦、老师、哦、手上有一个稿子是吧、哦、你们 好好准备、哦、听力、哦哦、老师读两遍你们就听写好吗、哦、第一个돈이없어서싼옷을샀어요돈이없어서싼옷을샀어요看돈이없어서싼옷을샀어요应该写什么呀싼옷을샀어요你们写的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继续자2번한국은생활비가싸지않아요한국은생활비가싸지않아요哦写完了吗好한국은생활비가싸지않아요싸지않아요어싸지않아요응어明白了어자3번많이먹고운동을하지않아서살이많이쪘어요많이먹고운동을하지않아서살이많이쪘어요와写完了那咱们看많이먹고운동을하지않아서
살이많이쪘어요应该是什么呀살이많이쪘어요你们写的是正确的还是错的加油자4번한국의설날과중국의설날은같은날입니다한국의설날과중국의설날은같은날입니다한국의설날과중국의설날은같은날입니다这两个是一样的词是吧看설날설날是吧설날看5번쓰레기는휴지통에버리세요쓰레기는휴지통에버리세요写完了吗那看쓰레기는휴지통에버리세요应该写什么쓰레기是吧쓰레기는휴지통에버리세요자6번这个给你们看稿子이샤이너무샤샤샤을샀어요是吧注意그쌀이너무비싸서싼쌀을샀어요자重新念一遍그쌀이너무비싸서싼쌀을샀어요와好多呀看그쌀이너무什么呀비싸서下一个싼쌀을샀어요그쌀이너무비싸서싼쌀을샀어요자之后一个7번샤샤에는샤샤가추워서샤샤를타기가좋아요看설날에는날씨가추워서썰매를타기가좋아요설날에는날씨가추워서썰매를타기가좋아요하하난마또시好了나看那第一个是설날是吧설날에는날씨가추워서썰매를타기가좋아요应该没问题有问题吗那你们就好好练重新看一遍重新看两遍重新看几遍那咱们重新念一遍吧돈이없어서싼옷을샀어요자2번한국은생활비가싸지않아요3번많이먹고운동을하지않아서살이많이쪘어요자4번한국의설날과중국의설날은같은날입니다자5번쓰레기는휴지통에버리세요6번그쌀이너무비싸서싼쌀을샀어요这个重新念一遍吧그쌀이
너무비싸서싼쌀을샀어요最后一个설날에는날씨가추워서썰매를타기가좋아요잠만刚才学了第一部分发音鼻音化还有思和思的区别你们因为那个发音烦恼的话就练一练大声说大声练习明白了那我希望我相信希望你们马上做到那咱们第二部分见吧大家辛苦了。